сьогодні поново вітаю всіх. Гости. Салам адабар. Ассаляму алейкум. Саліту лямур. Це Шанхай应用技术大学. 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报考我们学校，来我们学校学习汉语，欢迎大家，谢谢。 Here we have like Chinese foreign contest right now in Shanghai, and I hope that one day you'll join us to study Chinese here. This place is really nice and friendly. The campus is excellent. Like you can try nice Chinese food from many provinces. So I hope that one day you join us and we study Chinese all together. Thank you and see you later. 大家好，我叫张一德，我是广袤老人，貌美缘完美，不加喜宴吃多数，多多花开到莫寒，不要人乖养色好，只留亲戚门前欢。谢谢大家。我叫安迪，我来自尼泊尔，今天我给大家背诵一首故事：灯关雀老，当晚去问。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又穷千里目，更胜一城老。谢谢大家，我健忘了。大家好，我叫李丽，来自土库曼斯坦。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最近第五届亚运会就在我们国家主席，很多土库曼斯坦运动员赢得了好成绩。 而且我们的首都阿什哈巴德以百色达历史而闻名，并且进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我是学中文的第一年，我非常喜欢中文。今天我想背诵你一首诗：貌美缘完美，不加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亲戚满乾坤。我讲完了，谢谢大家。我叫Ricky，灯光垂楼，探望结婚，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又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谢谢。我刚才告诉你们，我是肯亚人，我们在肯亚。 今天在东非非洲，我们说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意思是没关系。所以你们来肯尼亚，我们都喜欢中国人，中国人很好，肯尼亚跟中国都是好朋友。啊，你们可以过来看西藏，看别的东西。我们非洲人有好吃饭的东西，然后买票也便宜。 来回便宜，所以没关系。谢谢你们，我喜欢你们。好，拜拜。拜拜。大家好，我叫吴医生，我是尼日尔人。灯关雀楼，灯望西关，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穷千里目，江东一乡路。谢谢。